投石问路，两队将轮流成为工程队和守城队。工程队15个沙包，守城队10个沙包。每轮游戏都由工程队率先投掷，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，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，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。两队投掷完成后，工程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，摘下旗帜，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。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。明白了，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，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一个保护。好，护膝跟护肘一定要带上啊！我的妈呀！天哪！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，这一会儿功夫，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讲。确实有点太紧了，哎呀！为大家科普一下，古装戏里面这叫拳网，拳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，我们一般都用半网。对，在这个保护的好。对对对，使这更安全。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披瘦一点，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，甚至很自然。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。平常就这么走，适应了是吧？融为了一体。所以两队现在决定，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，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。他们攻吧。行。我们攻、哎、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？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？就这么随意？就这么随意？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？今天确实时间紧迫，不需要问。没事，你们就先来吧，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，一样的。你看导演，你看导演说了，先来吧，先来吧，先来吧。咱们分点战术吧，一人三个。我觉得就是打9啊8呀，9、8、7都行，七啊都可以。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，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。哎，但这样很不公平，我们打九，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，那根本上不去。所以是这样啊，你可以在九上打10颗球，对你底下都打满，我把你们打满，来吧，来吧，你得粘到上面才算。来吧，来吧，先感受一下。OK， 可以，至少没拖吧？试一下九啊！哇，漂亮！来个6是不是好一点？高一点那排的6，七也行是吧？可以。这仨有什么必要吗？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？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加油！可以。那我来。这是6。哇，可以，这个算什么？这不算，脱靶了就没了，无效。哇，还是7。哎，这个厉害，可以。哎，多了。哇，哎，这可以。哇，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。对对，那个6真的得有。6是吧？这太远了吧？那劈叉劈那边去了。这太远了吧，这劈叉劈那边去了，你在上面做平板支撑。劈叉，说不定我那颗6就是制胜球。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？我又可以保一个4颗。OK， 来吧，给我们出杆。他们有几个球？10个。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。肯定是能重复呀，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。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。你这三个啊，来吧，你先来。哎呀，漂亮，收了一个。再把下边这个下面那个去掉。我走。没了。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，不然你都没上去。再来哪个？上面那个。上面有2个哎，上面2个把中间这个打掉。他把那2个再打了，咱们就上不去。那俩能留1个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哎呀，我试试吧。呆，我去。呆，
我去，我去，这是不是违规了？不能这样。这是哪儿违规了？我们给你打气呢。我是给你加油。撒气，撒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妈呀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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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一个。那两个中间。把七打掉比较好。哪个？这个七七。试试啊！快！哇！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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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难了，这得怎么荡过去啊？这个没得玩了。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，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。跳一下。你试试吧。那我来吧。你注意安全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陈哥。哎，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，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。对，我只能从这儿走。对，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。这可以刮这些线，我们可以爬这些。这一看玩过攀岩，啊，对吧？我试试。你可以怼他进去，然后爬这个洞，对吧？好，侯明浩，请准备。我去！哇哇！脚踩的那个对，哇哇哇！你应该能成功！哇！你不愧姓侯啊！你应该能成功。成功了，有时间限制，快快快快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哇哇哇哇，哇，惊啊！范丞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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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有何关系？人家姓侯，你的饭你不能白吃。我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？跳，用跳的吗？扣，哦，扣那个扣对吧？范丞丞，范丞丞，这腿已经开始软了。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？可以吧？来吧，陈哥。陈哥，说实话啊，我如果没上去还行，但是你啊没上去，内讧了，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。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，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，还让忽悠老头往上爬，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。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哇，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，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，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。哇，看着我脚都在使劲，脚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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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，跳跳跳！哇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去了！啊！哎呦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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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厉害了，还说自己不是刺客，还能上去都是厉害。白鹿，请准备，来吧。白鹿，你肯定可以的。对。
不用棍儿哎，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？你是在攀岩吗？就用动就可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你踩住，踩住，那个脚踩住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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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，往起站，脚的脚另外一个脚的支撑点，站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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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抠那洞里能不动吗？哇，我成功了！换脚，对。哎呀，我的衣服都烂了！那个脚，那个脚踩一下，对对对。哇！哎，骑着骑着，漂亮。白鹿都能行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，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。哎呀，我两个大拇指快烂了，好痛啊！凯琪姐，你先上吧。我来下一个吧，因为我不想再看了。哎呀，高明啊！高明啊！急得粤语都出来了，高明啊！哎呀。想去边度，大佬？走走走走！放心，即刻过。我的袜子好黏啊！我的袜子！哇，这袜子好厉害！这袜子哪儿买的？是节目组给我的。哎，搞我搞唔掂。好黏啊！我太厉害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谁设计的游戏？这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。啊！我的头发。哇！好痛，好痛，救命！哇！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？哦，好轻松。哎，这是腿长啊，他还快呢。这个袜子，我跟你说，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。走，对，哇，让拿左手撑一下。啊，哇，好。啊，哇，亮亮亮亮亮！范丞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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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丞丞肯定没问题，连女生都上去了。我可以上，我能上，但是我上就是笑柄。晨晨，你不脱鞋子啊？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。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。我四四的脚，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。等一下，四四的脚，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？不是，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。我一进去是俩，我插不开呢嘛。那你就更应该用了，你的力道比别人强，两个钩子。哎，来吗？加油！穿一下，穿一下，可以，拽住了就行。
你双手拽一下，双手拽一下。等会儿，魏阳老师辣啊！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，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，都已经。空中悬停，撑一下。哎呦喂！喂，怎么那么丑陋呢？从后面感觉一根线掉了个名牌。这雅观吗？不是，不叫雅观。先双手撑上去，然后用脚踩住。对。然后用脚踩住。你试一下松手，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？你整个打开，你享受这一刻。我在早上喘呼吸了。哇塞！有点高。踩上去。是，好，等会儿啊，姐。你要不把那个袖套扔下来？这是缝的。不是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太困了。哎呀！放手，我够不上气。成胜用时4分02秒，恭喜！恭喜什么恭喜？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，来吧，咱们来，咱是多少个？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，守城队10颗球，一样。怎么扔呢？我觉得就集中一点，不让他左右。对，行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。你来。你近一点。往下。哎，走开，别近身啊！好！哎，那球飞挺远。好，对吧？哎呦我！好，可以。漂亮！好球！好准！呀！六，他全连起来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，就6以下全打掉。OK， 上面不要了。太残忍了吧！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？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。他们把这球打完，咱们扔上去？不知道吗？就只能抠了，一定可以抠了。云瑞，你先开条路 ，OK 了。好轻松，哎呀！可以，我可以，根本不需要扣动，我踩到裙子了，小心啊！哇，这年轻人，我的妈呀，还可以，用时29秒，恭喜，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，开始了吗？结束了。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时间是我的时间吧？我来了，使一点劲儿就够上面那个了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慢点！好！好，张楠。好，抓住了，对，
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。左脚踩，左脚踩棍，左脚踩棍，对对对，加油！右脚右边的棍，右脚踩棍，加油！他只要到了劲儿就很好上。对对对对，好。上面留的太好了。对，上面真的。对，好。哇，你这个。给点劲儿，给点劲儿。对，他们这太好爬了。对，他们的非常好爬。你别叫他带下来。哎呦！这是球。哇，加油！加油！哇！你怎么还能踩球呢，哥？球真的可以踩！哇，沙哥！哇，沙哥！哇，哇，哇，沙哥好厉害！哎呀，争分夺秒！耶，夏天啊，效果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效果不行。沙哥用时40秒，我用14分钟。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。我这好高啊！哇，好痛，这么痛！好痛！加油加油！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。给你扣一下，他都把这个给粘住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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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，脚疼，大脚趾头疼。赢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！哎，哎呀，好痛！程程啊，这一趴剪完呢，你自己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不看这期节目？我当然看，就这一趴游戏，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，我能不看吗？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。他要创造的是奇迹，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，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。凯哥，对呀，凌波微步，喂，漂亮漂亮，凯哥加油，漂亮漂亮。袖子，袖子，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。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袖子，袖子跟腿，袖子，你撑一下右手，把袖子拿出来。好。哎呀，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。哎，又是个公主。哎，又是个公主！谁设计的衣服啊？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，第二组用时4分20。